Hello， 今天我又来到了叫什么 Ans Alarm 这个地方。你看到那东西跳起来没有？刚刚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条鱼吧。然后刚刚那边有一个东西跳了起来，我怀疑是不是一条鱼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27度左右，现在是上午12点左右。然后要停到那里一个 parking 的话呢，要来得早。我有个两个朋友，如果说下午来的话，那肯定没有 station 的梦了。是9.5块一天，还是那个价格，跟去年一样。然后我今天呢，发现这个水是特别特别浅，今年没有雨，所以这水太浅了，滑了好长时间才到我膝盖这个位置。前面就是对蒙大年，然后那面呢是伊尔比萨，然后往那面去呢，就是到那个欧卡了。还是挺漂亮的哈，这个滑出来一点。这里有几个盆地，然后呢他们都在自己滑啊。今天下面还是有很多小棒的。一般来讲是不能游泳的，但是他们呢还是会游一下，反正也没人管在这个地方。你们大家好，杨振平，我今天收集了很多战利品，这个是个大的，也有一些有宝宝的在连着他们。像这个的话有很多宝宝，我要去找。小菊，今年的水是真的好浅啊，我都滑出去这么多了。小菊，对，你抓到的，天哪，好吧，今年的水真的是太浅了。再往那里过去点就到伊尔比萨了。那边有一个棒。哪里？前面看到没有？白的。那这是空的。你在干嘛呢？在抓棒，好大这个棒。这有好多蜻蜓正在交配啊。前面有好多人在那里晒太阳，看到没有？我拉近一点。去年我来这里的时候呢，这个还是一块岛，今年因为水太少了，你看右面都连起来了，雨水太少了。前面这个中间这一块就是伊尔比萨，然后呢今天呢我想看看那边好多鸟的地方去转一圈，待会我就回头了。去吧。Touch.